越多呢啲類似報告，可能會要求政府喂，即係大家要俾少啲中國嘅學者留翻過嚟美國做啲讀書啦，即係延續一個特朗普嘅即係路線啦。又有五毛出嚟喎，哇講到滿滿地又有出嚟呢個五毛喎，哇呢個五毛又用英文嘅喎 ，Barry 都識 Barry B A R R Y 又唔係 B R R Y 啊，哎呀大佬連英文都唔識串，你就真係唔得喎。你話哎呀屌你老母，你屌老母得啊，唔緊要啊，除咗條褲先啦，不過我驚你嗰啲三 cm 嘅賓州咧扯唔起喎，扯得嚟可能扯咗個放大鏡都識睇到。同埋講真啊，每一次出現你啲五毛咧，你知唔知啲觀眾去做啲咩？我啲觀眾。我啲觀眾就第一時間就會係即係貨金俾我，唔信你留喺度，暫時唔駁你住我哋啲管理員啊，可能遲啲我就唔知啦，即係過多一兩分鐘啊，就會係咁貨金，唔信你又睇下，所以係歡迎你哋過嚟，因為你哋一過嚟咧我就好多錢收啦嚇，感謝曬，多謝你，多多一善少少毛毛區，如果你唔係嗰啲咁嘅即係一毫子都冇起身，打開個銀包得嗰即係20蚊嗰啲咧，你都應該係貨下金嘅嚇、啊，即係你想我屌我老母唔緊要啦，伸條膠出嚟先啦、啊、或者排隊報名先啦、啊因為始終唔學得你阿媽，你阿媽你就買大個閪都冇人屌嘛，唔係嗰啲嚟噶嘛。好，我哋繼續啊。哦，多謝超級留言，即刻見到，近睇到，近睇到。你多啲留言啦，你多啲留言，我多啲錢收啦啊！非常之歡迎你添啊。好，我哋繼續。不過咁，下次你就唔好改英文名啦。點解？因為英文名撲街啲美國走狗先會用嘅名，用就用中文名啊。即係中國人係有中文名，你啲祖先俾你嘅係中文名，唔係英文名，知唔知啊？好，我哋繼續啊。喂 ，baby 嘛 ，baby 嘛 ，b a r r y 唔係 b e r r y 嗰個，即係連字都唔識串，五隻英文字四個字母都係串錯嘅。哦，即係連字都唔識串，五隻英文字四個字母都係串錯嘅，不、哦、即係字都唔識串，五隻英文字四個字母都係串錯嘅，唉，醜死怪啊！吹啊！都係越屌我就越有錢啦！繼續留言啦！啊，好，我哋繼續啊！咁啊，另外美國財政部嗱之前就傳出啦，嗱本身中國就屬於觀察名單嘅。